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早安午安，我是新慧老师，很高兴我们今天又一起在线儿童逐日学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关于圣诞节的手工呢？就是这个，我们今天要一起动手来做一个立体的活力盆之心啊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呢效果非常的好。那做这样的一个立体活力盆之心，我们需要准备哪一些材料呢？我们需要准备两张正方形的纸，黄色的或者是金色的，或者是你们喜欢的颜色，然后呢一把剪刀，一罐胶水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所有材料，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动手来做一做吧。首先呢，我拿出一张正方形的纸，小朋友做的时候呢可以用薄一点的纸，这样子比较好操作。我们对折成两个三角形，折出它的折痕，然后呢再平行对折，对，都是折出它们的折痕。好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小屋顶，这是我们很多折纸的一个基本步骤。好，做成这个样子之后呢，我们再打开每一个角哦，我们沿着中线对折。好，另外一边也是，只要折出折痕就好了。四边都同样的操作。好，我们就得到这样子的这个项目，我们把它折进来，折成那种像不像折千纸鹤的这个中间的步骤。好，现在呢我们需要用剪刀，在这里要记住，在这个中线的位置给它剪开，四边只要剪到中线这个交接的位置就好，不要剪太多。好，这时候呢用胶水在这里面涂一下，然后把这边给它粘过去，哎，这个活力盆之心的角就出来了。另外的四面都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另外的三面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会得出四个角。好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个。那么我们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，好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两个这样子的配件，我们把形状稍微整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就这样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就好了。好，等它干了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活力盆之心就完成了。小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力盆之心，我们也可以粘一根透明的线，把它挂在房间，挂在窗户上面，或者是把它装饰在我们的圣诞树上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非常的好看，对不对？那小朋友们，我们动手一起来做一做吧。稍后呢，老师会上传剪纸、雪花，还有这个蝴蝶结的折法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装饰来装饰我们的圣诞树。好，愿上帝赐福给你们，我们今天的儿童逐日学手工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